知名的瑞穗天河国际观光酒店2019年3月开幕营运，为地方创造极大的观光产业效益。而今年3到4月份周年庆，也将推出星座独享120%优惠好康，而期间每天举办 Bingo 乐晚会，而天天送出至少1张的住宿券，提供旅客最奢华的周年庆体验。2019年3月正式开幕营运的瑞穗天河国际观光酒店，年年推出周年庆优惠好康，今年更是宠粉无极限饭店主厨推出在地美食飨宴，也和知名旅英艺术家尤媳妇合作展开艺术创作体验。画画课的这些这个课程来跟大家分享。今年瑞穗天河欢庆周年的重头戏不仅止于此，规划包括星座独享双人入住120%优惠、铁粉回馈专案限时加码，长达2个月的周年庆期间，延续传统，每天都将举办宾国乐晚会，每天至少送出1张住宿券，分享周年庆的欢乐与喜悦。那3、4月就是可以用8500加券的一个优惠价双人入住我们的饭店。那此外，我们还推出了瑞穗温泉牛奶嘉年华的活动，在馆内可以吃到相关的瑞穗在地的牛奶，用牛奶入菜，同时也可以泡我们在地的温泉黄金汤。除此之外呢，每天我们还会用冰果游戏的方式抽出1位赠送住宿券，所以相当丰富多元的一些优惠方案来吸引消费者。我们也预估可以提升整体业绩1到2成。从开幕营运至今5个年头，连带也为花莲观光产业带来极大效益。挨过严峻疫情冲击的瑞穗天河，今年3、4月周年庆期间，各式住宿优惠好康，多重好礼大方送，宠粉是不手软之外，规划安排艺术课程、演唱以及周年庆音乐 party 等多元活动，提供旅客最奢华的周年庆体验。记者石玉兰，瑞穗采访报道。